喂，你好。喂。喂。喂。您稍等。快一点，快一点。喂。喂。哎，给你师父，师父慈悲。嗯，请讲。师父，祝师父新春快乐。嗯，请讲。然后那个，我想问一下，那个68年的猴，男的。男的是吧？嗯。啊，对。想看什么讲吧。就是他那个身体肠胃。我看看，我看看啊。那我从上面看下来，颈椎就不好。嗯，对。啊，我告诉你，而且。啊，这个颈椎这个地方，两个肩膀经常酸痛，嗯，啊对，啊再往下，肠胃怕冷，而且啊对，啊而且不消化，有点吃的东西就胃胀，嗯，啊对，明白了吗？吃完东西直接上卫生间。哎、啊，好了，懂的嘛就好了。还有啦，他还有腰也不好。对，腰也不好。那多少张小房子还要放生？我看看啊。他听您的话。他的心脏啊，心脏血脉不和，嗯。哦、嗯、哦。心脏你要叫他要全身敲敲的，手嘛要搓搓啦，脚嘛要敲敲啦、嗯，你知道吗？两个脚板呐、啊、往后扳，好就把两个脚翘起来之后，两个脚板往后扳。这个可以防止血栓的，嗯，听得懂吗？好，听懂，嗯。嗯，血脉不和，泡泡脚了，好吗？泡泡脚，好的。然后叫他自己要捶打捶打，很多的血液都不疏通，他，嗯。嗯嗯嗯。好吗？好的。他这个人呢，过去有一点不良嗜好。对。吃啊喝啦，听得懂吗？对，就是他怎么念经来消业呀？消啊，他不现在在消了吗？他就念多少小房子，你给他看一眼。小房子，小房子，小房子现在先念86啊。86张，放生呢？放生，嗯，放生，嗯。放生要多，他为什么放生要这么多？放生一年大概要放6800条。啊，没问题。明年一年放6800条，好吗？哦、啊，他现在念经，您感觉他念经怎么样？念经蛮好，前列腺不好。对。小便滴滴答答，小便多。嗯。嗯嗯。听不懂啊？对。嗯。听得懂。嗯。好了。好好念经、啊、好好学佛啊。他的图腾颜色是什么呀？感恩师傅。男的属什么？68年属猴的男的，图腾白的，白白猴，白色，脸上有灵性啊。嗯，脸上就有灵性。好的、啊、感恩师傅。叫他当心啊，鼻子啊，鼻敏感、嗯、眼睛不好，咽喉不好，嗯，对，喉咙经常有溃疡，嗯，对，好了，咳嗽，咳嗽。好，感恩师傅。再见，再见。感恩师傅，新春快乐！好，感恩师傅，再见。再见。嗯。